巨型的智能机械手臂化身成为未来科技的驾驶舱。在主题馆展示六轴机械手臂，结合虚拟实境体感模拟器，可化身为未来的科技驾驶舱，让民众跨界体验720度虚拟飞行的实境体感。你在坐的过程当中会感觉风在你脸上吹，而小鸟在你旁边飞的感觉是非常动感模拟的，我们称之为叫虚实整合的技术。那在这一次的体感里面完全呈现。当然目前已经有在接洽，就是飞越高雄，然后还有飞越亚洲，像是上海跟北京的计划都已经在洽谈当中。就是前所未见，让我有一个不一样的视野，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地方。那不会晕眩？不会，是很享受的那种感觉。我是觉得就是坐上去的时候其实有一种感觉，就是很惊讶，它一开始是从太空吗直接到地球，然后是转的，虽然它不会怕，可是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种那种感觉，让自己可以就是感觉真的滑下来那种感觉。对，所以还蛮惊讶能做到那个的，然后很高兴能来到这里。亚洲首次技术展演发表，巨型智能机械手臂融合 VR 技术，化身成为未来科技驾驶舱，体验成为驾驶员穿越太空翱翔天际，超越3米的360度巨型模拟系统，带来创新的视觉与体感震撼。时方新闻郭一文、许建义高雄采访报道。